我在《金刚经》上有一段话说：“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此经，那个此经是指《金刚经》啊。做《金刚经》好啊，受持是依照《金刚经》的教诲去做啊，依教奉行呐，是好人呐。但是什么呢？被人家轻贱啊，被人家轻视。”就是刚才讲了，被人家侮辱，被人家轻慢，佛说这个人先是罪业，应堕恶道啊！他要不受持《金刚经》，要不学佛，将来会堕恶道。现在学佛这样认真努力修学，还被人轻贱啊，被人家糟蹋，这个人的罪业现在就爆掉了。将来不会再堕恶道了，不但不堕恶道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有成就。你看这多好呢！所以我们听了佛这些话，心里得到安慰呀。佛讲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遇到逆缘啊，遇到逆境，心地要非常坦然。要认真去思过啊！别人回报我们，我们好好的想想，我有没有？如果有，赶快改呀！要没有，好好的勉励，决定不能做错事啊！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呢，这就好啊！绝不要怪别人啊！不可以有一念嗔恚心。报复心，那就错了，那我们又堕落了啊！我们对他还是恭敬心，还是感恩之心，他替我消灾免罪嘛，是我的大恩人嘛，我怎么不感激啊？那么我自己的修学还念念给他回向啊，给他祈福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这样做法的，佛教导我们的。